最温暖的掌声来欢迎南怡的爸爸妈妈，牵着他的宝贝女儿。相信这一路，爸爸妈妈心中肯定是百感交集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女儿就要嫁做人妻了，但是感动绝对大于不舍，因为南怡找到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另一半。 现在我们请德浩向爸爸妈妈深深的一鞠躬，谢谢你们将宝贝女儿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，疼爱她。接着，请各爸爸、各妈妈将德浩的手牵起，掌心向上，代表着未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。 我们现在将宝贝女儿的手交予德浩，各位现场朋友来点热情的掌声。谢谢，不要忘记，爱情的源头就是莫忘初衷。现在我们请德浩跟爸爸妈妈交换位置。 现在已经牵起，请给爸爸妈妈深深的一鞠躬，谢谢。现在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柯爸爸、柯妈妈迎上幸福的主桌入座，来点热情的掌声。 不间断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柯爸爸、柯妈妈无私无悔的奉献，将他抚养长大，今天他找到了好归宿。好的，现场亲爱的贵宾朋友，借众各位热情的双手，新郎新娘心中非常的感动，他们已经牵起了手，准备要迈向下一个 人生的里程碑，现在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迈上幸福的康庄大道。掌声，欢迎他们！祝福你们要永远恩爱，白首偕老，永浴爱河。今天最美丽的来中间，接受大家满满的祝福，热情掌声不间断。 感人感动的一刻。是的，我们两位新人已经来到了舞台中间，而现在是相当神圣的一刻。在大家的见证之下，两位要用最深的爱。